好，那个我们继续开会哈。那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事项，因为处理的预算解冻案案数较多，会议的进行哈，将主案征询委员意见，如无异议，则先予通过同意解冻；若异议，则保留至最后处理哈。主席，代请。我们提程序问你，好，请说。提散会动议，来，好啊、交易事处来。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散会动议，我们进行，大家同意散会吗？同意。不同意。好，不同意哈，有同意不同意有异议嘛哈，所以我们就进行表决好不好？那那个，我们用举手表决好了哈。啊？主席宣读一下。主席宣读一下。哦，好、啊。就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升高，上午立法院遭批评有群聚现象，恐有造成疫情扩大之疑虑，为避免立法院成为疫情破口，原依据立法院议事规则第26条规定，建议本委员会立即散会。提案人马文君、温玉霞、陈以信、廖婉如。那我们有接到这个散会的这个动议，我们来有不同的意见嘛？哈，我们来进行表决。那同意散会的请举手，4位哈。啊，不同意散会的请举手，4位。哎、欸。4位啦，好啊，那就平手了，主席决定嘛，我们继续开会。好，好，那接下来哈，那我们那个继续进行讨论事项三，2019及202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国防部主管预算解冻等109案，需提专案报告及书面报告并经同意后时的动之案，国防部也已报告并将书面资料送交本会，各位委员是否同意解冻？刚才已经有委员表达不同的意见嘛，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就主案了？刚不是说对主案嘛，哈。那这个要不要讲？我说各位跟主席一下，你们看一下。请不用。那这个国防部的案子比较多，然后外交部或其他没有审到的同仁，你们自己斟酌一下，请你们联络人看一下。如果说不一定要马上在这个现场了，你们也可以先休息，然后看到案子已经快审到，你们再过来。如果你们距离来得及的话，好，这个让你们自己决定，好不好？好，那再来的话，我们主案的话，好，对，好。我们的请，我们就开始征询国防部的主案哦，好，请各位委员注意哦。那第一案部分，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我们第一案同意哈，解冻。第二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同意解冻。第三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同意解冻。第四案，来，马文君委员。对啊，都宣读过。第三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哦，没有意见，那我们就同意哦。好，通过。第五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六案，请马文君委员。不同意。那我们第六案保留。等一下，我把它记一下。对，好，那你帮我写好了。第六案保留。哦，好，第六案保留。好，再来第七案。不同意。好，第七案保留。再来，第八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九案。不同意。第九案保留。第十案。不同意。保留。再来第十一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二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三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四案，没有意见吗？通过。第十五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六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七案，不同意。第十七案保留。第十八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九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二十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二十一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二十二案不同意。
二十二案保留。第二十三案。第十九案有意见吧？十九案是不是？等一下哈。所以廖委员，你讲的是第十九案。你要看。确定哦。看这个。你们那个廖委员确定十九案吗？十九。好，那我们再加一个十九案哈。现在是六七九十十七十九二十二，那第二十三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二十四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二十五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二十六案不同意，二十六案保留，第二十七案不同意，二十七案保留，第二十八案不同意，二十八案保留，第二十九案不同意，二十九案保留，第三十案不同意，三十案保留，第三十一案同意哈，那个通过，第三十二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三十三案不同意，第三十三案保留，第三十四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三十五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三十六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三十七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三十八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三十九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四十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四十一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四十二案不同意，四十二案保留，第四十三案不同意，四十三案保留，第四十四案不同意，四十四案保留，第四十五案不同意，四十五案保留，第四十六案不同意，四十六案保留，第四十七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四十八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四十九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五十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五十一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五十二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五十三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五十四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五十五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五十六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五十七案不同意，五十七案保留，第五十八案不同意，五十八案保留，第五十九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六十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六十一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六十二案不同意，六十二案保留，第六十三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六十四案没有意见通过，六十五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六十六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六十七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六十八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六十九案不同意，六十九案保留，第七十案不同意，七十案没保那个有意见哈保留，第七十一案没有意见保留，第七十二案不同意，那七十一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第七十一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七十二案七十一案有意见吧？啊，不是只有他的，我有意见了。所以七十一案，七十一跟刚刚的十九、二十也有，好不好？说明一下就好了，只要来说明一下。二十，因为我们来不及看呢，你们要看书还是看资料都不知道。来，我这边宣告一下哈、哦，廖委员这边对第二十案有意见，请补充进去。第七十一案你也有意见对不对？是。好，七十一案保留。七十二案不同意。七十二案保留。七十三案不同意。七十三案保留。七十四案不同意。七十四案保留。七十五案没有意见通过，七十六案没有意见通过，七十七案没有意见通过，七十八案没有意见通过，七十九案不同意，七十九案保留，八十案没有意见不同意，八十案没有那个八十案有意见保留，八十一案不同意，八十一案保留，八十二案不同意，八十二案保留，八十三案不同意，八十三案保留。八十四案没有意见通过，八十五案没有意见通过，八十六案没有意见通过，八十七案有意见，八十六案有意见，八十六案有意见是不是？对，八十六案保留，八十七案没有意见通过，八十八案没有意见通过，八十九案有意见，有意见，八十九案保留，九十案没有意见通过，九十一案不同意，九十一案有意见保留。九十二案没有意见通过，九十三案没有意见通过，九十四案没有意见通过，九十五案没有意见通过，九十六案没有意见通过，九十七案没有意见通过，九十八案不同意，九十八案保留，九十九案没有意见通过，一百案没有意见通过，一百零一案没有意见通过，一百零二案
没有意见通过。103案，没有意见通过。104案，没有意见通过。105案，不同意。105案保留。106案，不同意。106案保留。107案，没有意见通过。108案，不同意。108案保留。109案，没有意见通过。好，那我们现在第一轮有这样子的，我念一次哦，总共有第六、第七、第九、第十、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三、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五十七、五十八、六十二、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二、八三、八六、八九、九一、九八、一零五、一零六、一零八等案保留。主席，不好意思，还有七八，好不好？七十八。来，再加一个78案。好，那我们第一轮好，先做这样的保留哈。那针对哈，各位同事参考一下啦，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部会的第一轮都跑完？这时候我们在跑第二轮的时候，后面的部会还可以针对那些题目沟通啦、说明、准备，这样可能大家的时间一样长，但是作业起来会比较顺一点。这样建议，谢谢。主席，我想请问一下，你保留是等一下要继续处理吗？等下第二轮继续处理。对。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外交部继续哈。大家同意吗？同意就继续哦，好。做的。好。继续进行讨论事项是110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外交部主管预算冻结等25案哈，我们来那个一个一个讨论哈。首先第一案没有意见这个通过。等一下，我把它先翻到这边。好，第二案没有意见，这个通过。第三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四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五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六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七案不同意。第七案保留。第八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九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一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二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三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四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五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六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七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八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九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二十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二十一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二十二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二十三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二十四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二十五案没有意见通过。那这样的话，对，来讨论事项五号。讨论事项五，我们处理院会交付外交部主管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及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110年度预算决议冻结4案。好，那我们也一项一项来。第一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二案没有意见通过。第三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四案没有意见通过。好，我们第一轮已经走一遍了，我们现在回头，抱歉，那个主席，我是不是在建议哈？因为我们现在第一轮跑完，现在处理第二轮了嘛，那是不是各部会跟第二轮无关的人，让他们回去上班，也减少我们这边的人数？那相关业务的人还可以补进来。以上建议。好，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哈，跟刚才已经通过，而接下来还要保留还没讨论完的完全无关的，请先离席。好，外交部涉及的。那我也请教一下各个委员哈，委员会哈，因为外交部只剩下保留第七案，可不可以先讨论他们的？可以哈。来，那请外交部说明一下这第七案的部分好不好？
报告主席，容我请北美池的同仁很快过来，他们在隔壁，没有问题，说明一下好不好？大概就是两分钟。可以说明吗？就是这个啊。可以可以可以。等一下。其实主要是我们做那个台美的那个华裔的做，主要是那个王文军有一家。对对对。陈以信也有，哎，怎么样？但是他们没有说是哪一部分。没有，就是说明一下第七案。我知道，就你来说明的话。我知道了。对。报告主席，我们同仁到了，可不可以开始报告？好好好，好，请。出席委员，外交部北美司补充报告，那个这个第七案主要是我们北美司有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希望可以增编。那这个增编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年开始到明年接下来都有很多就是台美的那个华语文的合作，那这一部分特别是我们会加强就是跟那个学术交流基金会做一些富尔布莱特计划的一些台美学人的语文训练，还有一些专业的学人的那个互访的计划。那所以我们是多编了大概将近1000万左右的预算，那希望可以大院可以支持。以上报告。好，请问各位委员的有没有意见？来，陈以信委员。这个北美司，你这边只说明了这个台美语言交流合作，那其他的补助华府新智库怎么没有说明？好，另外那个就是有关我们跟那个美国的智库台湾智库合作中心，那这个智库其实它是从我们去年开始合作，那我们今年是主要是把它的预算可以做一个专项的编列，那这个合作已经进行好几年了，那我们跟美国的其他的智库也都有类似的合作。你们过往在这个智库上面是补助多少钱，跟今年编进来这个预算是相同的还是不一样的？相同的，跟去年是相同的。是多少钱？75000美金啊？是一年。好，那这样子说明大家应该有清楚吗？好，请马委员。当初大家有质疑的不是因为你增加了1000万，那你过去本来我们都有补助一些相关的智库没有错，可是你如果补助特定的，然后是作为大内宣用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恰当，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冻结的原因，因为显然跟其他过去在补助的部分我们是有一些特定的对象，也违反了政治中立啊。没有吧？对，说明一下。好，是我们跟美国智库的合作全部都是在做国际文宣，都是在对象都是在美国那边，我们并没有在国内或做所谓的内部国内的宣传，所以这部分我们北美司在做跟美国的智库合作都是一致的。那当然不是对内的宣传啊，你在外面然后转回来就会大肆的宣传说哇大家对我们怎么样，有时候其实是偏颇或误导的，反而会让我们在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一点疑虑啊。好，我们请王定宇委员。好，谢谢。我刚才听起来就是对智库的补助跟以往一样并没有增加在那里，所以你这增加1000万的部分是因为国际局势改变，比方说美国的 Fulbright 除了台湾的以外，他把中国的扣打要移过来我们这边，比方说美国跟一些顶尖学府像他们的哈佛啦等等跟中国的合作案移来跟我们台大的合作，又比方说他们以前孔子学院的语言计划向他们联邦政府开设提供第二选择，就是学中文可以来台湾，所以大概增加是在这一块。对传统华府智库这么多年来我们金额确定的好没有增加嘛？
好，所以增加的是在这个局势的改变，所以这些局势是一个大的局势，其实增加一千万能做的还是有限啊，但是我个人是支持这样的预算，因为这个把台湾在华语文学习或者在国际交流上其实是一个提升，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预算。我们另外谁？马委员，嘿，马委员，请。不好意思，我们另外有增加217万，是一个新的补助的对象嘛，对不对？GTI 有吗？以前有吗？你以前有吗？是刚刚我跟陈以新委员报告一样，他其实是我们把专案挑出来，但是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了。之前就补助这个智库吗？之前就补助这个智库吗？多编出来的217万，从去年也多出来的，对啊，那多出217万补助特定的这个智库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会觉得说，如果你没有不够中立，这样有时候他提供的意见，其实对我们会是偏颇的。我们不希望是有这样的状况啊。那这是不是多出来的？说明一下，这是去年开始。去年开始补助的，去年开始补助。去年是放在一整笔里面。对，是。我利用这机会跟委员做一次报告啊，在过去这一年，其实美国对我们台湾的关系跟支持其实有大幅的成长，而且其实都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跟需求的，所以这点还请委员大力支持。这个部分大家见仁见智啊。不过我们现在要说的是说，其实变成专编，因为你过去给美国的智库，我们知道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其实也一直都有维持，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你今天你在去年开始以后，你专门编给特定的一个智库，而且这个智库显然他提供的或者是对政党的偏好其实是有差别的，所以你预算其实不可以这样运用，这是我们特别提出来有质疑的地方啊，这也是我们要冻结的地方，因为你还有很多其他的智库啊，过去也是有啊，美国对我们的友好或者美国的重要性也不是现在才开始。好，那我们讨论了一轮了，好，那能不能再问你一次一下那个北美师啊，北美师呢，你说增加一千万是做什么？就是做台美的华语文的合作，教学合作，包括我们送一些华师到美国去教他们的华语，然后有鼓励美国的学生来台湾学习华语。谢谢。增加一千万，就这两项。主要就是对是。就是我们去美国来这里学华语。是。这样增加一千万呢？是。刚刚王委员讲那么多，你只有讲这两个。我没有特别谢王委员，我是觉得他帮你们讲的都把他解释过，谢谢王委员，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请陈委员讲完之后，我们要做一下处理，因为大家都讲好几轮了哈，请陈委员。刚才啊，马委员在讲了这个 GTI 啊，我们在华府其实有很多合作的智库，这个智库非常新呐，补助他的钱其实跟其他比起来并没有比较少哈。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是说哈，你们在讲这个华语文的这一个，就这么几句话就是一千万，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计划不够详细啊，我并没有看到你们这个更清楚，我一直在看的，就这么几个点，我一直在看到底这一千万要怎么花，没有更详细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你们应该要至少应该要给我们更详细的一个说明啊，还有书面的报告。是不是可以我们先到时候提一个是完整的书面报告给委员，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请委员？好，那这样的话大家同不同意？同意。好，同意。不同意是不是？那我们就只好表决了哈。好，那同意解冻的请举手。同意解冻的请举手。好，四位。好，不同意解冻请举手。四位哈，那也是由主席决定，那我们就同意解冻哈。好。那在这个有关于讨论外交部的部分都处理完毕哈，请外交部可以先行离席回去办公哈。是主席，刚才委员提到了，就请他补一个详细的，因为他增加主要是增加名额的关系嘛。那我老实讲，他的报告里面也没有讲增加多少名额啦，请他会不会再补他增加名额的细部件？好，把刚才委员垂询的部分请给我们委员会哈，每一位委员都有一份说明资料，谢谢。反正不是表决，他们不同意他，对不对？这样直接不是表决，干嘛有外？
好，我们的剩下哈，这国防部的部分第二轮的讨论有42案还是41案的样子，也蛮多。那我们请国防部的说明哈，是不是跟这个你同样一个机关的就一次说明？然后那委员当然是可以个别垂询了哈。先处理第六、第七。我们现在就先处理第六、第七，都是军备局的，请说明嘿。高主席啊，以及各位委员，因为本部的冻结讨论案第六案、第七案、第九案、第十案都是机密预算，建议是不是要讨论的话，我们是另外再来处理。后面还有没有机密的？啊，没有。这样子哈，我们看这样子有机密的都一起来好了，六七八九十，四十六七跟九十四个案子。那个主席，六七九十对。就是我是不是提议一下哈，第一个。我们把机密的一群通通一次处理，非机密的一群通通一次处理。那在整理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休息个几分钟？国防部相关的单位跟个别委员还是再沟通一下。我觉得委员要了解，尽量说明清楚。好，那个我们国防部的部分机密的，是不是就剩下这四案？是。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刚才王委员建议的哈，我们这四案一起处理。那我们现在先清场，好，那同时就是。机密的，我们反正就先进行了啦，现在沟通也来不及了哈。但是你其他的部分的情哈，待会就赶快，后面有40几案嘛，请你们赶快在最后把握时间跟委员做沟通，可以臂力节省时间哈。好，先清场哈，谢谢。
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陆军哈，从17、19、20、22、26、27、28、29、30、33有十案，那我们请这个陆军做个统整说明，谢谢。委员好，首先说明第十七案，那第十七案主要是针对运输作业费，那主要是说明我们110年。是安装了1596辆，那现在这个合约是采开口式的合约，目前我们已经在3月19号已经各单位已经完成下定了，那我们会管制在今年的10月份来全数安装完毕，如期的这个能够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成果，我们也会落实履约的督导，恳请委员支持。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那个是不是可以就你并全部念完了？是是。好，第十九案，这个案子是主要是空军统建的我们 UHF 地空通信机的案子。那同样是中科院定于6月份完成地空跳频的测试。那110年冻结的5000万，主要是支付通信机产制第二期所需的款项，恳请委员支持。第20案。是本案是我们海军统建我们陆军采购的 HF 通信机，而要首套的原型机预计在11月开始实施测评的验证。那110年冻结我们陆军的200万，是主要是支付我们 HF 通信机的阵地会勘跟原型机所产制所需的款项，恳请委员支持。第21案，有关于机动数位微波系统贴装的部分。底盘车采购案是在6月份决标，一定在6月份决标签约。那110年冻结的1000万，主要是支付。OK， 是。26万。是。跟着第26案是特战模组化系统及成套装备。那本案是这个。依照中科院目前委制书协议书的签字，110年需要完成24项5866件的装备的制缴。那110年冻结的5000万，主要是去支付破门工具组18项所需的款项，这个18项都已经完成决标了，恳请委员支持。第27案，有关于 C4ISR 先导系统的这个部分，作战测评预定在6到9月完成。那企业体办理数位各装的整合，并向委员展示。110年冻结的6000万，主要是支付 C4ISR 的系统整合6套，恳请委员支持。第28案，有关于智慧型警监系统，那中科院已经在今年的3月31号提交了设计文件，那预定在今年要建置62处的营区，那冻结的。5亿元的预算，主要是我们现在他要做招标的这个作业，还有这个相关的系统的建制的款项，恳请委员支持。第29案，有关于双目雷射网望远镜，那委制协议书已经完成了审定，那预计在5月底可以完成签署。那110年预计要完成60具，那。冻结的2000万，主要是支付我们双目雷射望远镜60具及整体后勤支援的文件。第30案，战术型的近程无人飞行载具，那委制协议书5月底可以完成签署。那目前110年冻结的1000万，主要是
续支付战术型的近程无人飞行载具后勤整理支援计划书料件的筹获跟人员的培训，恳请委员支持。第三十三案，也是委员关切战术型近程无人飞行载具的这个进度，同三十案，那这个案是动我们的全部的采购作业费，那恳请委员能够予以决动。以上报告。好，请委员垂询。好，请各位委员有意见的请发言。那请马委员。其实已经念了很多案了。那主席，等一下你还是会裁示嘛，因为不同意你还是会表决嘛，所以我提一个来谈好了啦，就是比如说十七案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的这个采购，我想要请教为什么你要用开口式合约？我们开口式合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遇到台风紧急状况的时候，天灾的时候，你会用开口式合约，有一些东西你是常态型的，有一些你会用开口式合约。像这种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为什么要用开口式合约？比如说因为你现在是规定的我们有多少车辆，假设有一千台，你已经很清楚了，你就买一千个辅助系统，行车辅助系统，那你就应该是去把它安装啊。为什么会是用开口式合约？你要什么时候去装的时候才去装，或者这个在帮人家量身定做，比如他没有那么多的人，没有那么多的人力，你有必要的时候，他有人有空闲的时候才去帮你装，或者你要开去给他装，这个当初都是我们有质疑的部分，因为你的预算不可以这样用，你明明可以买到更好的，有更好的服务，然后你应该在更短的时间，你就一次把它做完啊。结果你用开口式合约，这个很奇怪，为什么用这样的方的一个招标的方式？这是我们冻结的原因嘛？是，那跟委员报告，这个是109年到111年执行的案子，所以今年110年是持续的案子。那我也特别说明，当初采开口式合约，主要是因为安装的这各单位的任务会有任务的关系，所以它的这个装备能够按照他的这个要演训的需求，所以他按照他单位的下定，考量当前的任务，他来下定之后来安装，所以当初是这样子的考量。是，好，请委员。这个是理由吗？行车辅助系统，大家所有的车辆，这是装在我们的车辆上面，你还有什么不同的考量？今天我们每一个委员都要配发一只手机，你会用什么？你需要什么的时候，我才配发给你，或者你才可以去拿，是这样吗？你的行车辅助系统，我们现在现有的有什么样的车辆需要装什么样的辅助系统，这是固定的。你本来采购，你就是要买这些东西，怎么会是用开口式合约？这是有很大的问题。各位报告，它的总组数是没有变，只是装的顺序是有做一个。为什么要有顺序？你不是本来就应该要做吗？你所有的应该要尽速啊，因为你是怕危险嘛，是，所以你才这是相关的规定，不是吗？对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装，你还有什么顺序？考量当初是演训的一些任务，单位任务的调解，所以有人用开口式合约，各位委员，你们也可以让他通过啦。你就表决，我反正我们不同意。是，我想，如果其他委员在不同意的部分哈，没有什么特别要讲，因为都是类似这样的答案，都是有问题。可是我们在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修正之前，要强势把它表决，让它这个冻结案全部把它解掉，我觉得不可思议。从过去到现在并没有这样，这有很困难吗？你有些你本来就应该做修正。维持我们国军最大的利益化，还有安全各方面的考量，你警监没有问题吗？大家都很关心。是，那这样子的话，还有其他委员对于十七案以外有没有其他意见？还有廖委员，我只客观的讲一下了哈，因为所有的案子的细项我也不是很了解哈。但是我是觉得国防部有一些变化，就从过去我们都了解国防部所有的建案，大部分从作序到细分到投纲，都按程序在走。但是呢，现在几乎国防部的所有建案就是伪中科院、
有经贸局、生产制造中心等等等等等等的，结果进度落后啦，或者是验收不合格啦，或测评没过的、什么事都没有。所以的未来，我希望国防部呢，不管其中这几项也好，任何一个军种，所有在作战需求的武器获得也好等等，都还是按部就班，从作序到细分到投纲，都由军种提出，而不是由中科院或者其他单位来提出。谢谢。是。马委员。也一次念了很多啦，我想其实如果你要一条一条的讲，这个显然不符合你们的意思啊。我们今天也想要把表决都过嘛、可是我们就说光是提几个，我们真的是自废武功啊。你今天如果说你对于我们国防部有很多，包括你其他部会，我们可以要求的，可以让它更好的，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应该要做的、你今天有很多他没有办法解释，我不晓得刚刚你们能不能解释，你们能不能接受像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明明交通部规定所有的车辆全部都要装那个行车辅助系统，所有的车辆连民间或者什么其他的，他已经必须要这样子，可是我们居然用开口式合约，你又不是发生天灾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你又不是像路灯说什么时候会坏掉才签这种开口式合约啊，所以你居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显然这个都有问题的。那你还是要让它通过。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的，HF 的部分，其实这个也都有很多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变成有很多事情，其实不用到各个委员的办公室去做说明了啦。以后真的是让他公开化，有什么问题其实应该都公开讲。大家对什么整个怎么流程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其实都公开讲比较快。另外还有已经讲到那个到33飞行载具也是啊，当初也是有很多的问题，你们来报的时候自己也都承认有很多的问题，那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有精进的改善作为，然后钱也是这样花，或者甚至可能更肆无忌惮的花，这个我想其实我们在讲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是表达不同意啊，如果主席要用表决的方式，我想就可以尽快一点啊，因为这样才不会耗费大的时间，现在防疫期间也很危险。好，那蔡委员、王委员、主席，我先问一下，因为我看起来这个报告的内容，行车辅助这个部分是会有公司标到的嘛？我想请教一下，他到底你们的行车辅助是做了什么东西啊？行车视野辅助，你们简单讲一下，因为你的说明里面完全没写到，只是讲说标出去，我搞不清楚啊。然后是指哪一些军车上面装？主要是大型的车子。型号是什么的？就是我们的中战的那个中型战术轮车。对对对。啊，装什么东西啊？镜头，就是装的前后镜头，还有车长的那个驾驶室。前后镜头。就是对六个是。六。就是大车的周围。环境的摄影机就对了。对。环境摄影机加上那个驾驶可以看到那个嘛？好，那他给你保固多久啊？保固2年，那2年后嘞，再买一次，因为你执行3年啊，你执行3年，到第3年的时候，你已经第1年的已经过期了。那后续嘞，你还要在另外一边保固费用吗？是，就是按照那个保固期限就是2年，它是分年安装的，它是比如说109年安装的，就是保固到110年。好，来，请王定伟。那个我跟陆军或者军备局提一下哈，预算我支持，为什么呢？你这个就是像我们一般现在外面的那个货卡车都要求哈，旁边都要监视，然后呢转弯还要讲话，说车子右转，避免死角嘛，这是避免发生车祸，这个是对的。预算支持，但我也跟我们在野党朋友沟通了哈，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监督你们在执行的方式。刚才委员不管是马委员或蔡委员提到的，你们要去思考怎么执行这个钱才对得起纳税人嘛。比方说，如果这是一个安全的要求，那标到的人为什么要分批？
因为分批如果说保固都一样两年，那我就第一次就全部做好来最安全，甚至于可以争取到三年保固。这个是在执行面，这个钱是该花的，因为我刚才听懂你们这辅助系统其实跟安全有关。那我们的军卡车不受监理站管理，但是比照那个办法是对的，因为在路上会跑，所以我赞成这笔预算要解冻。但是你们执行的方法，我建议不管是马委员或其他委员提的，你不要列入执行啊。这个副部长，就这个执行上。副长，你不用出来，我是提出这执行上，其实要听一下这些意见，因为社会上买东西哈，我坦白讲，军人买东西常吃亏，那但是你现在我花一笔钱，你标到了，你为什么要给我分期呢？你为什么不能在我要求的期限内都装好？测试出问题，我还可以更新，然后保固期再要求久一点，而且你们只像算年限哈，其实公里数也要算进去，这样子比较。对我们军方比较有利，所以我们有很多标案呢、啊。比方说我们的价格标，你们有那种标案呢、啊？这甲公司40块，乙公司50块，丙公司60块，结果你们是三家都可以，就下单都下那个50、60、40没下，也是一种。你们还有一种标案也很奇怪，明明规格都是死的，竟然叫做开最有利标。规格是死的，就直接开价格标就好了。我只举这个例子，所以预算我们是支持，好、哦，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在执行的时候，哪怕赞成预算要冻结的意见是好意见，我都建议应该主管单位应该把它纳入一起执行。好，这两个我们请马文俊委员，然后讨论完我们来处理。好，请。这个部分，王委员也讲到重点了啦。其实我们支持，为了安全，我们都支持这个预算。可是就是因为它执行的过程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才冻结这样的预算。我们认为，而且在讲了以后，还很快的就把它签约了。用的方式其实是不对的。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冻结预算的原因，最大的原因。而且这个会牺牲掉。如果你还没有装，刚好发生意外嘞。你已经标了 啊你多久才要把它做好？所谓你的开口式合约是你跟他讲，他才会来做、欸、所以其实这样发，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样的状况，谁负责？因为你用的过程，你用的手段是不对的，所以才是我们冻结预算的原因。这也是我们支持，我们一样跟其他的委员一样啊，所以我们没有删预算啊。冻结不是应该的吗？跟委员报告一下，而且你还不精进的改。好，报委员，刚才你讲的这所谓开口式合约、嗯，这个所谓的需求，并不是厂商提出来的，是我们陆军因为他自己战备任务的需求，他要做这么多，但是我们签约一定要在这么时间做完，是要双方的配合。好、哦，我记得铁路局这次出了那个铁路的意外，他要做一个所谓的限制器啊，这个也是碰到台铁。他也是什么？我所有的火车营运，我要有调度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说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完成，哦，在这个时间完成，除非你说澄清把全盘都规划。那我们很多的战备任务，并不见得说完全可以在计划之内。最主要强调就是不是厂商提出来要我们分批去做，而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战备任务需求，我们提出来要分批去做。对，副长意思就是开有我们的车其实还在用。对，我不可能全部停下来让你一直去装。是的，而且这里有我们那些什么？至于那个些像我们这些方式啊，其实未来我们还可以再检讨经济。等一下，这个实在讨论有够久啊、哦。不过没关系，蔡委员、马委员最后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我觉得那个是军方特别对他的另外的要求，并不是厂商自己提出来的嘛，对不对？我说我讲这个是尊重军方，那听起来因为有演训，可能会时间排不出来，怕如果违约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但我很好奇哈，到底你们标案，我看你们这边标案的价格是写说总共是3349部，然后9000多万嘛，对不对？这是整个国防部还是只有陆军而已？陆军的是这个是、這個、那海空军有没有？海空军有，各军所有国军的，所以全部加起来是多少？知道吗？因为我看这一家公司吼，也把这个是当大新闻。刚刚上网查，他有发布一个新闻稿啊，他说他非常高兴有机会得到军方的这个案子。他说他是拿下了6000部的军车，花了3.2亿。那我这好说，你的海空军有这么多车吗？因为陆军不到，陆军是3000多辆。对啊，那另外海空军另外3000辆左右，海空军后备所有国军的、那個哦，全部加起来，所以你们是统一一个标，同一个标，同一个标嘛。那当时我们冻结之后，冻结陆军的，其他人没有冻结到就对了嘛。OK， 好，好，好，马伟，
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其实讲到重点了，副部长其实可能刚刚已经曲解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各个军种其实都买了很多的装备，我们的船不用开出去吗？船还更远嘞，你回来的时间还更长。你所有的车辆，你都明知道你陆海空军有多少车辆，这些本来就要装。刚刚也有委员讲到重点了，因为他把它当成大新闻，可他没有办法一次装。可是它的股价有没有变动？为什么你用开口式合约？你只要买来，你如果有在做演训或者做其他的，你可以做一些调整。可是你演训的时间不会很长啊。我说，如果像你这样讲，那飞机不会飞出去吗？还更频繁，船开出去的还更久。这根本不是理由，所以你们讲的那个不是理由。我们刚开始就是说，你不可以用开口式合约这样子的签约方式，这是有问题的，这样很奇怪，显然在帮人家嘛，就这么简单了。好，梅西 ，OK， 已经讨论好几轮了哈，我们现在处理哈第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跟三十三案都是陆军的部分，啊，同意解冻吗？同意。好，没有意见哈，那我们都解，不同意。好，那我们不同意的，那我们就表决。我们不同意，没有人举手。那来，我们那个同意的请举手。四位哈，那不同意的请举手，也是四位哈。那主席就才是我们同意哈，这个通过这预算。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海军，接下来是和海军的部分，有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五七、五八等七案，我们请海军一并说明。招委各位委员好，海军报告。首先报告第四十二案，第四十二案是训练综合业务下面的，主要是鉴于美海军两栖突击舰失火，造成严重的损失，海军的舰艇、观视兵相关的训练应重视，以及提升啊相关的训练设施。那这个主要是委员要求我们左营、苏澳，还有基隆地区新建的救火堵漏的训场，建案核定以后啊，同意解冻。那目前左苏基这三个地方的救火堵漏场，我们的可能性评估报告现在已经国防部在审查最后阶段了啊，在五月底以前可以核定，然后在明年可以开始执行，所以这个案子啊，恳请啊委员啊能够同意解冻。再下来第四十三个是后勤补给资源，主要是提到在募兵成效成长之下，伙食委外的人力费用不增反减。那这个案子是110年的预算，总共冻结了500万。那这边要说明的是，我们整个伙食人力委外，主要是针对机关、学校还有厂库啊三类型的单位。那本军总共有15个单位来办理这个伙食人力委外。那110年伙食人力委外计算的人数是7600元，比109年8300元少了约700元，主要是整个学校接训班次的调整，所以造成人数减少啊，所以整个伙食人力委外的这个费用也是务实来检讨，这个恳请委员支持。同时最主要的是，这个伙食人力委外的费用在年度之内也是要支付啊所有的厂商，所以请委员能够同意解冻。另外第四十四案主要是后勤通知业务下面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主要是本军委中科院办理各型雷达还有电站系统的那个维修，采购方式及维修项目均不相同，然后保固期后为常态性或者是分年维修的性质无法来辨别。那这边要说明的是，我们在110年度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下面区分军事装备还有军事设施的维护，那我们是在那个书表里面把三项管道包含军购还有委中科院以及一般委商的私修在预算表里面来说明，以利大院委员们能够了解该科目预算的运用方式。那另外就是我们在今年整个那个雷达维修的预算里面，其中900多万是执行定跟件还有定检的作业，那其他4000多万是执行开口式的合约，会按失修的工项来实报实销，这个也请委员能够支持。
接下来是第45案，主要是在那个海洋坚贞能量整体提升案执行的目的、需求、方式有待说明。那这个案子主要是我们筹获近中远程雷达装备性能的提升，还有雷达勤资整合中心大楼的工程。那这个110年总共冻结了500万，那这个案子已经在110年4月29日与中科院签署了委资协议书。那今年的预算啊是要支付中科院，所以这个解冻案也恳请委员能够支持。接下来是第46案，也就是训练模拟器下面的业务费，里面主要是提到 AV 拐训练模拟器是否要委由中山科学院来那个自行开发，或者是外购成熟训练的模拟器。那这个案子110年总共冻结了2000万，这个执行的期程在109年就已经开始执行到111年，那这个工程已经动工了。这个今年的预算主要是在今年主体竣工以后要执行付款，所以这个解冻案也恳请委员能够支持。接下来是第57案，就是一般设施整建工程下面的军使馆筹建案，这个是主要是建制期程延宕，仍未确定后续招标的作业。那这个案子110年总共年度编列了550万的预算，那冻结了500万。那这边要报告的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可行性评估报告已经在4月的时候送给工程会来审查。那最主要的是，这个年度的预算，我们今年还要支付工程管理费，还有规划设计的服务费，大概是将近200万左右啊。所以今年那个冻结的预算，如果全部冻结的话，今年将没有办法支付。这个解冻案也恳请委员能够支持。另外就是第58案，是多功能特种作战训场执行进度落后。那这个案子已经预计在7月31号以前要能够召开评选会，所以这个解冻案也恳请委员能够支持。以上报告完毕。好，那请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那我们那这个我们的这几个案子42、43、44、45、46、57、58，是不是同意？同意。不同意。不同意的话，那我们表决哈。那同意的请举手。同意的请举手。有。哦，好，有4位哈。那不同意的请举手。也是4位。好，那主席才是哈，我们同意，好通过。那我们紧接着下来哈，进入空军的部分哈。6262970710717374787898188183等13案，那请精简哈，精简尽量简单报告哈。主席委员，空军司令部报告。首先报告第62案，有关督察作业费、国外旅费的这一部分。主要的问题是因为疫情肆虐，交流中断。那实际上今年因为疫情的这个年初的时候开始减缓，相关的交流我们已经开始进行。我们希望能够获取最多的这个飞安资讯，所以就恳请委员支持予以通过解冻。第69案。有关 UHF 对空通信机换装案，这个案子经过前面的本来有很多问题导致延宕，但是这些问题次第的解决，目前预计6月份的时候可以执行地空通信的测试，如果测试通过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后续的这个作业，恳请委员予支持解冻。第70案，有关110拐雷达性能的提升案，现在已经进入这个预约的阶段啊，那厂商一些这个疑义提出来解决之后，我们在下半年可以完成签约，所以这个案子也请委员支持予解冻。第71案，有关国军 HF 通信机的换装案，是由海军统建啊，海军刚才这一部分做了这个报告，他后续也会这个进入这个验测之后，可以顺利进入量产阶段，我们配合获得这个 HF 的通信机，请委员予支持。第72案，有关凤展专案的这个新式侦道加仓，那我们这个发价书美方已经提供，我们希望在6月份的时候可以完成签署啊，那这个案子也请恳请委员支持予解冻。那下一个74案，有关一般武器装备资源购置中
这个中科院委置都严当建制，这个专案管理适当的部分，其中有关高教机、防空飞弹等等进度都是正常的，只有这个 UHF 的部分啊，也在刚才已经报告过了，所以这部分请委员支持予以解冻。73案。73案是有关清扫车。清扫车的时候，这个因为109年，因为这个受到疫情的影响，它交货延迟。可是，在110年2月19号的时候，它已经开始交运，预计在113年，我们原计划的期程之内可以完成交运。所以说，恳请委员予以支持，让这个案子可以继续执行。再来是78案，有关营建工程跟金泉岗基地36座防护机库的建制这部分，我们在这个4月19号的时候，相关的案件已经送行政院审查，那可以在5月30号以前核定，9月份我们就要进入招标阶段，这个案子可以后续可以继续进行，请委员予以解冻，恳请委员支持。79案有关一般设施工程，台东基地设施新建的工程，委员指导是我们这个机库的设计，还有一机一库要能够符合作战的需求。我们现在机库的部分所有的材质我们这个也开放，不限于仅限混凝土，我们会继续进行这个一机一库，也配合监察院的要求。另外80案有关冈山基地设施的部分，也是一机一库的问题，这部分回答同这个79案。81案有关空军第4联队175靶场，目前这个案子已经在办现况结案，那我们还需要一些作业费，完成清算之后，这个相关的预算就可以报缴，所以说这个案子也请各位委员支持予以解冻。82案一般设施整建工程有关机库堡要装挡门等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设计标，相关的需求我们也列入这个需求考虑的要项之一，请这个由设计出来之后，看可不可以进行相关的设计，以满足我们这个防护的需求，恳请委员予以支持解冻。83案有关一般资讯设备业务费办理这个云端服务系统的建制，109年延宕，可在今年之内可以开始结缴，相关的设备已经在缴交，恳请委员予以支持解冻。以上是空军全部的案件，报告完毕，请委员指导。是，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请马委员。主席，我想等一下，其实他们也不用再说明了啦，因为他说明，你们大概还是会要让他过嘛。让大家早点回去啊！我就不同意，你就每一个先表决就好了啦。好，那我们就这几个案子哈，请问同不同意？不有意见的话哈，我们同意解冻，请举手。陈委员，好，那不同意的请举手。好，那这样由主席裁示哈，我们通过哈。那接下来哈，我们就从后备指挥部的第86案哈，我们就直接进行处理了哈，不用说明了哈。那我们同意的请举手，4位哈。那不同意的请举手，4位。好，然后那个主席裁示通过哈。那宪兵司令部哈8991案哈，同意通过的请举手。王委员，你同意吗？好，那不同意的请举手。好，那主席才是通过哈。那经一局哈第98案哈，那个同意解冻的请举手。好，不同意的请举手。好，那这样主席才是通过哈。参谋本部105、106、108三案同意通过的请举手。好，那不同意的是。好，不同意的请举手。4位哈，那我们就主席才是通过哈。好，以上讨论事项哈，均同意动之提报院会。好，那我们相关处理完的可以先离席，但是我们现在继续要审查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第6条及第61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条文。宣读本院委员罗志正等19人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第6条及第61条条文修正草案。
第六条，军官士官服刑役最大年限或年龄如下：一、士官与除役年龄同；二、少尉中尉12年；三、上尉是7年；四、少校22年；五、中校26年；六、上校30年；七、少将57岁；八、中将60岁；九、上将64岁。请向服刑役最大年限自任官之日起算，服刑役最大年龄依其出生年月日计算至卒龄之年4月1日止。但留职停薪期间不列计服役最大年限期间，一级上将服刑役最大年龄不受第一项第九款之限制。参谋总长服刑役最大年龄得由总统核定延长之，为以1年为限，不受第一项第九款服刑役最大年龄之限制。第61条，本条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但本条例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自110年7月1日施行。以上宣读。修正动议，请一并宣读。宣读委员廖婉如、温玉霞、马文君等三人所提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第六条条文修正动议，就现行条文第六条第一项，军官士官服现役最大年龄年限或年龄如下，是第七款修正为少将59岁，第八款修正为中将62岁，第九款修正为上将65岁，另第二项及第三项同现行条文。以上宣读。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审查哈。那开始审查的话，我们现在先讨论第六条哈。那第六条增订第四项哈，那修正动议刚已经宣读过了。那也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国防部这边有说明栏有修正，然后这个要特别注意。那就针对第六条，是不是可以请委员表达意见？请廖委员。针对今天这个第六条的那个修正条文呢，我提出一个修正意见，就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国防部国军呢，从金石案到金锤案到现在，所有的那个军人大概从60万大军到二十几万呢，可能剩18万而已哈。那整个那个战斗的力量来讲，我是觉得培养一个军事官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所以针对军官士官的这个服役条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稍微再重新检讨哈。那我后来了解107年有修正过，就是对士官啊、少尉啊、上尉啊、少校、中校、上校等都延长他的停年，延长了2年哈。但是呢，少将、中将、上将就没有动。那实际上将军是我国那个军职里面是重要的栋梁，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来所有将军的这个更迭的这个替换呢非常非常频繁，其实对我们整个整军备战来讲是非常不适合的哈。所以我在这里，既然我们提出来这个总长要延长1年的话，那现黄参谋长于不义哈，他也不觉得说这个条文是叫做参谋长条那个这个为他设事的哈啊做修正的，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整体面来考量啊。上次已经针对是为校官的停年增加了，那我是觉得从降级的那个军官当中呢，应该也可以稍微做一个调整，那把上将呢调到65岁，中将调到62岁，少将59岁。我想这样子的话，在我们建军准备当中，让他们能更落实在整个军职当中，或者是领导阶层当中的那个时间哦。因为这样子的话，至少在整体作战当中会比较落实一点。不然我们常常看到，大概有时候将军升上来不到1年就退伍了，我不晓得怎么那个在整个领导统一当中呢，这个更换那么频繁的话，对我们整体作战，我想应该是没有加分的哈，所以提出这样子的修正动议，希望大家参酌。好，请王委员。谢谢主席哈。我是不是跟廖委员那个报告一下了哈？我们在前年去，应该是前年，在修改那个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也就是军人年改的方案的时候，
当时我们在党团协商，曾明忠委员、蒋万安委员、马文君委员、吕委员都在场。少将那时候就延长两岁了，所以你这时候再加两岁五十九，变延长四岁，那会造成后面的升迁也好，新陈代谢也好，会有影响哈。这个是第一个，你报告，你再喝一啊，但是原来五十五已经延长到五十七了啦，那个已经处理过了。好，所以我建议是不是说，既然大家都体会到这个，而且明摆的这个跟黄总长真的没有关系，不用去陷他于不义。我们是希望能够一个军令系统的首长、参谋总长，能够在新的人选还没有产生之前，我们把他的服务的年限适度的予以放宽。所以是不是请各位同仁，我们就支持原来提案的版本，这样比较平衡哈，也比较适当。请陈以信委员。这样子啦，我是说这个事情哦，为什么要改成这个样子？从上个礼拜五一读，然后送入委员会，我们现在马上礼拜一哈，然后一审一次会，马上就要排审哦。我觉得这个案子为什么要急成这个样子哦？所以我是觉得他应该要广征意见，因为这个对于国军将领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轮换哦，会有重大的影响。那我必须要说，其实我有问过很几位啊重要的过去的将领的意见啊，其实这个建议案不是现在是新的啊，罗委员可能是有去看到以前曾经有过的一些想法，其实这个案子很久以前就有。那这种案子当时其实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它是在我们国防二法啊，当时参谋总长是军令第一把手的时候的背景。好，那么现在在国防二法通过了以后啊，参谋总长已经不是军令的一把手，平时军令的一把手是国防部长，暂时军令的一把手是三军统帅。参谋总长在这个国防二法之后，现在之后都是二把手。二把手的情况之下，你看现在我们七位二级上将，你就一位二级上将要让他停年，变成跟其他的六位二级上将不一样，然后呢，就他可以延长，而他又不是军令一把手，所以这个整个的设计上面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不要说因人设事，你说是黄曙光条款是谁的条款，我都不要去想这些，也不要去想说现在说现役里面有谁是最有可能再去做参谋总长，我们都不要想。但是你光就从制度的角度去思考，你就会觉得说，七位二级上将就为一位二级上将去更改他的停年，那影响的其实也是其他六位二级上将的彼此的轮换啊。那这种做法有必要吗？尤其他又不是军令一把手，他已经军令二把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觉得这个案子我也不是完全反对，可是我是觉得何必赶成这个样子？是不是能够让他到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来审？就算今天下个月黄曙光总长他届龄退伍，换了一位总长，那纵使他年岁可能是比较长一点的哈，那我们到下会期再来审，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他到时候这个也不会影响啊。也就是我不是今天我们知道是谁了，所以在因人设事，不是，而是说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比较缓一点的一个过程来讨论。好，以上我的意见。好，廖委员。我能不能请教一下张副部长，按照你们军事官这个条例服役条例当中第六条，在107年之前修正之前的那个所有九款，能不能了解说明一下？向委员报告，当时107年哈是修正服役条例第15条，那第15条里面啊，这个有一个第六款，他写的就是啊，进任将官本阶停年届满8年，原来是8年，好、啊，未挑战上阶职缺者，他要退伍，当时把它修成10年，好、啊，所以就是延了2年。所以事实上都已经在107年调整过，延长两年。之前有没有年龄限制呢？之前也有，当时的这个少将啊还是57岁，但是他多数少将干不到57岁，可能55岁他就退伍了，所以当时升少将军就退伍了。到55岁他就退伍，他干不到57岁，对，然后所以只能干8年。那因为当时他规定的有些是被退伍啊。
对，因为他八年先到，对，他八年先到，所以后来的107年修正的是解除了八年的限制而已嘛，变成十年，对不对？对，没有增加他的年龄嘛，他只是解除八年的限制而已嘛。那现在你们说增加了两年，那是错误的，他是解除了八年的限制嘛？有，他明文写八年变十年，所以就实质增加两年。那在实际的人事的生态，事实上当时延了两年以后，所有军中这些职务停年就是错误的。为什么？早升早退啦。以前对不对？对，所以现在将领的话就是定一个年龄就对了嘛。那你尉官、校官、校级军官都要把它做一个停年，把它放宽。我也觉得真的训练一个尉官到校官都非常不容易。你知道现在所有我们在退伍队里面多少校级军官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你再怎么做职业训练还是做大楼管理员，对不对？浪费国家的一些这么好的人力。我是觉得在现在义务役军人得来真的是四个月训练不勤的情况之下，我是觉得尉级军官、校级军官停年都应该再增加。那将官这一阶层来讲，除了解除他的停年，不管是解除了八年还是增加变成解除十年都一样，我是觉得把他年龄限制嘛，年龄就让他升到今天我提出来的少将59岁，中将62岁嘛，那上将就以现在的65岁那个公务人员的体制为止嘛，65岁为止，这样子是不是可行？我是觉得，请各位委员思考一下。好，那这样好，我做个处理啦哈。因为廖昭伟他有关切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一时半刻也论不清楚，大家可以再想一下。那刚刚陈以信委员有提到讲一下哈，那我做个建议啊，等一下让蔡委员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两条都保留出委员会这样子，让大家再多一点协商的时候讨论的空间哈。蔡委员，我想请教一下，我觉得还是要这样问了哦。这个案子国防部自己怎么想？那国防部如果觉得有需要，为什么国防部没有提国防部部版的案子？这个还是要请他们说一下。哎，委员问得很好，为什么国防部不好提？因为国防部这个提的话，看是谁提，是不是拍马屁？提了我们自己提合不合适？如果你说真的要国防部，我们想要提的话，我们希望把那个参谋长恢复到一级上将，四星上将。为什么？我们出去，我们跟很多外交，尤其像陈以信委员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在美国非常强调对等。我们一个二级上将三颗星，去跟我们干一样职务的四颗星。在谈判起来那个气，在会谈起来那个气势就弱，所以我再回到问题本身，我不把它扩大。如果说这个要我们自己提的话，我们会夹拍谁了？我要跟主席报告一下，就觉得我们军人给我们自己找福利一样。啊，以上报告，希望委员能够理解，谢谢。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这样处理哈？第六条的部分跟第61条的部分哈，我们这个保留出委员会，但是做个提醒，第61条哈，它的说明栏哈，在文字上要做一点调整。就本来写配合法制作业增列现行第一项但书，但是现行其实没有第一项的概念，所以就是配合法制作业增列但书。好，这个到时候在审查的时候请做那个主席，我会建议这样子哈，这个国防部刚好提，我就听他们内容不晓得，但我会建议，因为这个案子我们委员会在审查，虽然出了委员会，那么请主席裁示一下，就请。国防部针对这事情，还是请他们做一份书面报告给我们委员会了，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对啊，因为这毕竟还涉及到蛮重要的这个整个军事事务。好，这也是有道理的哈。我们那为什么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哈，那个副部长讲那个理由，我前就听你们讲过，但我好奇，因为现在全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把军种就是把将官降往下降阶，其实各国几乎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并没有在打仗，所以当然美国它是四颗星我晓得，可是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参谋长都是四颗星吗？我觉得这部分你们也全调查清楚，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的。好，那我们哈这样子，就是我们这两条都保留出委员会，然后请下次在协商讨论的时候，请国防部呢就是说什么。一星呢，恢复四星跟本案无关的，不用多说了了哈。你就是提说，你对这个案子本身你们的看法立场是如何？好，那但今天你们的报告已经有写了，好，如果有需要再更周延，你们就写仔细一点。然后呢，那我们就再来讨论这样子。刚刚所讲到条文，那刚刚的修订都有。好，那如果同意的话，我再宣告一次哈，我们的这个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第6条及第61条条文修正草案及修正动议，我们就这个保留出委员会。
好，然后再进行协商，好，就出委员会，好，然后好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保留出委员会了哈。好，那再进行协商，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个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第六条及第六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业已审查完竣，并案领具审查报告，报请院会审议。院会审议前需要经过党团协商。那院会讨论时，请推派一位委员做补充说明，请推派。好，就是不是有本席？好好来进行好了。好，然后有关本次所有法案审查时，如果有条次及法制用字用语调整授权议事人员处理。本日会议到此结束，散会。